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近日一段视频疯传网络，画面中一位身穿黄裤、浑身涂满金粉的和尚模样的小伙穿蹦跳跃的表演着，还有两位长发的西洋大汉配合着，期间甚至表演起了金钟罩铁布衫。我觉得这样真的不是太好，不能再这样继续黑传统武术了。在中国，武术已经是一种文化，单就武术到底能不能打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和所有的竞技运动一样，如果没有实战，就只能说是纸上谈兵。然而武术承载的文化更多，武术讲究习武先习德，这和西洋拳击的野蛮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武术的本质是止格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追求的是上兵伐谋的策略。那种两败俱伤以微弱点数的获胜，和中国武侠传说中的伤人也伤己的七伤拳有什么区别呢？您说是不是这样？这非常有戏剧性，吊起来偏了。然后是直接飞身男儿，要干嘛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